在当时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到底这两张嘴是这样咬住，还是他过来的时候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。这我们好像在讨论什么大鲨鱼在吃食物的。通常我们讲的比较优雅一点，就是类似什么灵蛇吐信这样。有人在煽风，对，我不懂为什么，就是像网络上的朋友们有说，好像严重怀疑有灵蛇出动的感觉。但是其实就我们其实是为了那个画面的唯美性。哦，所以你真的伸出来了。我的感官是没有了。哦，但是你的心灵，观众硬要说有，我们就也只能够尊重你看到的东西。哦，他是怎么说？我帮你问一下任爸好了，听说他这样。哎，感恩的，他开始感恩了。他觉得一个自己家女儿，然后在那个电视上，对对对，但是对对对，哦，好好，对对对，啊，那爸爸有看到吗？爸爸刚刚看到了耶。对，因为你跟他们刚就是回台湾，他们之前去玩，哎，我想说应该不会follow到这一天，结果殊不知刚刚竟然就在荧幕上面播了。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有料就报，紧拨电话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，或苹果日报 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